Okay. Okay,首先，也说依旧一样。如果你的光线是穿过中间 C 的话，那么这个光线会自己反弹回同一条线，就是光线进也会出，这边进，这边反弹回来，因为它是反弹嘛，它是这个mirror。Okay, 当然，它的理由很简单的，就是你这个很容易理解的啦。比如说啦，给个 example 啊，很特别的。OK，如果你有镜子在这里啊，那么你的光线直直弹下来，对吧？那么它是不是会直直弹回上去？原因是因为你是90度吐这一个这个嘎啊这个横线90度。Okay, 如果你套用在这里的话，也很容易的嘛。因为其实这个 C 是什么来的呢？是这个圆形的中心点来的。Okay, 它动到的这个点呢、啊，如果我们画一个 garis lurus，画一个 tangent 的话，它就90度了。所以它球啦，那个光线哦，直直进，也会直直反弹回出来。因为这个点是90度，90度的原因是因为你的 d d tangent 借去中心点。不定90度吗？啊，数学的东西可以套用在这个地方了。OK，这是第一点。OK，第二个就是如果你是平行线，那么它就会集中去 F 那边，集中去 F。啊，这个要 derive 就麻烦了一点了。但是这个 F 呢，大概是 C 的一半，这样子。如果 C 的这个地方啊，这里就是 F。所以当你的光线平行。它就会穿过 F，这是布拉德兰的图啊，记住啊，这两个是一样长的，就是radius 一半，其实就是方向 focus 来的。OK，然后如果你这一个哦，它是先平行后 focus on F 吗？现在这一个呢？是 focus on F，再反弹出来平行，就是二跟三是德巴类的，可以吧？二跟三是负一，我比较常用一跟二多一点呢、啊，三很少了、啊，有必要的时候再用。OK，所以大致上是这样子，for 这一个 Chermin 的话。OK，所以如果你要去做很多实验呢、啊，你可以找，我也是今天才找到。有一个 apps 哦，你可以去看看的，叫做 Ray Optics Simulation，它你可以看得到那一个光线怎么跑，你的空可以去玩玩呐、啊，电话也可以玩，电脑也可以玩，你去找咯，好像我要一个镜子啊，我要光线呢、啊、也行，我要用光线。这样，把这个光线可以乱跑哦。过后你可以去找哦，比如说我要用这一个所谓的镜子，OK，我要用镜子，我要用镜子，这是 flat mirror，我 circular，对吧？你可以看得到哦，如果你是这个 con 这个什么？缺功的话呢，它会集中在一个点上面，那个点叫做 dead focus 哦。如果你是 像这个这样 concave 的话呢，它就不是，它叫全崩嘛。对，这是全崩。然后它是从一个点出来，这个等一下我们讲啊。OK，现在是主要是这个你自己去玩啊，这个是 mirror。哎，这是 mirror。如果你要用 lens 也可以，lens 的话，你就要用这个 glass 这边，spherical lens、ideal lens，对吧？把 lens 画出来，也就是镜子，然后 lens，这个是 lens。
喂，你就是 lens，如果是你看这个0.5哦，代表着它的反光 focus 哦，也不是那个要安静止啊 lens 啊这个，真的很慢哦，其实会变的，还是我画错了？那、啊、你可以过后自己去帮我玩呢、啊。你可以放几个啊，对吧？你可以放几个 lens 啊，去改它的那个 pattern 啊，你就可以知道多一点的它的那个线怎么跑。但现在我们不用管它。所以这个现在我们看套完了这个 concave 的，这个 concave 的就是折弓，我们再看全部。全部的话也是很直接的，第一个直直径。对着洗的话，OK，它就是90度了嘛，因为这个是 Gauss standard 哦，90度哦，90度的话，它会直直反弹回出来，所以它会反弹回出去。对，这是第一个 blood line。第二个平行，你要想它是反弹呢、啊，就 OK 啊。你不要讲光线射进去，镜子是不会这样子做的，它会反弹，所以你要知道它反弹从哪里。所以我就知道咯，这一个一定是从 F 啦，从 F 反弹出来，这是虚线。它画虚线是因为这个线是看不到的。OK，这个实线是因为这个真的是那个光线这样跑。OK，这个也是一样。如果相它是这个的 double 咯，OK，这个的 double，刚刚是平行反弹从 F，现在是对着 F。对着 F 反弹平反弹出来是平行的，啊，你就想二跟三是 reversed 就 OK 了。这些东西你全部都可以在那个 software 里面找啦，因为它很多东西可以玩的。好像你不要这样多个，我鬼啊这个，你可以选一条线的咯，没有，这光线一条线。啊，这是你的，sorry，我要找 blast 热 circular，这是什么来着？做你的，哪样子？对吧？你可以去玩他们的，你可以看得到他怎样去折射啊那些咯，还是这样。OK，那么，OK，在这里的话呢，因为你是镜子哦，OK，之前我是讲嘛，如果你的 image form 在 lens 的后面，它就是玛雅的，但是镜子不一样哦，因为镜子。是你的 object 跟眼睛会放在同一边，我是这样理解啦。比如说，OK，我的 object 在 infinity，就代表在这个地方哦。我的眼睛也是放这个地方的，对吗？因为这个是镜子嘛，你不可能眼睛放在镜子里面吧？OK，所以你就这样想，既然我的 object 跟眼睛会放在同一个地方啊，所以它 form 出来的 image，它 form 出来的这个 image，如果在你眼睛前面，它就是你要大。所以你看，它是两大损伤，而且 debug 机，因为它从很远的地方过来嘛，所以是 debug 机。OK，但是如果 u 大过 2f 的话，OK，你可以看它怎样画啦，它先画平行线，然后 focus on f，这是 blood line 的图啊。然后第二个你可以这样画，我喜欢对画一个平行对 f，还有第二个是接 c 的。因为接 C 的话，它直接反弹出来嘛，这样子它的交叉点就是我的 image，然后这个也是很明显，我的眼睛放在左边吗？所以你真的看得到那个东西放在你的面那个面前的，所以它是两大真实的 image，两大从上，然后 debug 缩小了，对吧？大变小，然后这一个，这一个也是。一样的，只要 nada 就从上，只要 maya 就得改。
跟之前的 Ganda 是一模一样的哦。如果 U 等于 AF，它就一样大小。这是很熟悉，这个跟 lens 一样啊，U 等于 AF，它也一样大小，所以 summer size 一样的送上。OK，如果是在 F 跟 AF 之间，那么它就是你要得送上，不是啊？OK，所以这一个其实哦，你不要觉得要背两次。Actually，他们全部的 characteristic 跟 Ganda 一样，只是哦，我 proof 一次给你看啊。OK，比如说，我这样写了，Charming、Chagong 跟 Kanda、Chabong 是一样的 characteristic，就是右边这个啦。所以如果是那些 for 那些背的人来讲啦，你背其中一个就可以了。比如说，你看我有点难了，我左右 compare 可能容易一点，我对比一轮给你看，左右。啊，让我寻找第六个。OK，左边是 Charming Chagong，右边是 Charming。哦，我放 Ganda。OK，因为我讲嘛，Charming Chagong 跟 Ganda Chenbum，他们的其率是一样的。所以背的话，背一个就好，不要觉得很多。OK，你注意看啊，第一个跟第一个。OK，右边的是 Ganda，左边的是这个 Chagong，啊，都是 Infinity。然后你看他们的其率，对吧？两个送上这个科技，一模一样，它只是画的这里不一样罢了。啊，因为一个 Ganda 嘛，一个是Charming 嘛，啊，你再随便挑一个，对吧？我们随便挑一个，比如说这个 U F 跟 2F 之间，U 跟 F 2F 之间，OK 没有看，你的送上比不不杀，一模一样。OK，然后下一个，Maya 的 gap 比不不杀，好吗？Maya 的 gap 比不不杀，一模一样哦。所以全部其实是一模一样的，不用怕的哦。只是你要记得了，Charming Chagong 跟 Ganda Chenbum 它的其率一样。然后相反的，你就会知道 Charming Chenbum 会等于 Ganda Chagong。因为之前我们讲嘛，Ganda Chagong 只有一个 characteristic 其率，那么 Charming Chenbum 应该也一样，也是一样，一个吧，两个了，不能讲一个，两个，但是他们的其率都是 Maya 的 gap，也不不，第八个 G，你看左边啊，也是一样的，Maya 的 gap，第八个 G，对吧？OK，所以。只是你要记得这一些怎么画啦。OK，现在我就大概讲一下了哦。OK，现在我们看，Chagong 啊，我们要讲完它先。OK，so，如果你是 Chenbum，sorry，Chenbum 的话，平行，然后从 F 反弹出来，第二是直对着 F 对着 C 反弹回来。然后再画虚线，因为没有交叉点嘛，你单单看外面这两条线，很明显不会交叉啦，所以你要画虚线，就发现到有一个交叉点了。OK，然后这个交叉点就是我们的 image，它缩小了，所以是 default 个 G。Maya 是因为你的眼睛放这里，但是你看一看它的 image 在哪里，在镜子里面，对吧？这个是镜子，它在镜子里面，所以它是 Maya 一定的 God 的。然后 debug 个 G，大概是这样子。
OK，所以我们这个可以挑了啊，应该蛮容易的，要画的话。OK，那么 Efficacy Charming Jagong 跟 Charming Chambong，就是这一些镜子会用在哪一些地方嘞？首先，我们先看 Charming Jagong 的先。OK，Charming Jagong 哦，是这个嘛？对吧？全民主公是这些，也、okay, 比较常用的是后面你比较常见到的是这个，对、okay,，比较常见到的是这个，就是那个 image 放在，就是好像你平时啊，你照那个镜子的时候啊，你会知道那个东，你照出来的 image 在镜子里面，因为只有它嘛呀罢了，其他全部是两大的，对呀。除了这个啦啊，这个还好啦，这是 spotlight 才会用到，但是其他的你看，大部分都是你要大到完了，就代表你照那个东西哦，它真的是会有一个 image 放在你的面前，有一点像 projector 的这样子的概念啊。但是平时是因为那个光线不足啦，所以它 project 出来不美了啊。你不要讲哦，我站在这一个面前，为什么没有一个第二个我在那边？那个光线不足，你要怎样，对吧？而且很多其他的光线，所以通常是最后一个这一个的。说、so,，比如说会用在哪里呢？化妆镜，化妆镜就是一个 example 咯。化妆镜它有放大的那个功能，你注意看啊，平时的镜子跟化妆镜是不一样的。化妆镜哦，有放大的那个效果，因为它 depth 不差吗？你看这个 depth 不差。它有放大的效果，所以你看人家，你照家里，你照这种啊圆圆的这种化妆镜是，你放远远都没关系的，因为你会看到你的头很大，你站在远远的话，你都会看到你的头的。如果你用普通镜子的话啦，你的这个镜子哦要贴到你的脸上，你才看到你的牙齿啊，还有什么啊，还是脸的。但是化妆镜它有放大功能，它可以把 image develop 上，所以会用 Jagong，牙医也是一样啊，牙齿的，对吧？全面 Bagigan，你要照的牙齿也是要放大吗？我不可能拿一大片镜子塞进去你牙那个嘴巴里面吧，所以你要有一个很小的东西，但是又可以放大的效果，所以就只有Jagong，对吧？可以做到。或者是这个 spotlight 啊，这个就是所谓的那个 spotlight。但是你注意看所有的灯啊，你如果得空，你就去外面看那个车，你看车的灯哦，后面这个地方啊，这个是灯泡，它后面这片东西哦，就是弯弯这片东西啊，这个是灯啊，这片东西呢，它是可以反射光的，反射光的。那么这个灯它会放在哪一个位置嘞？它会放在这一个镜子的 focus 半张detect focus，因为有这个光线如果从 F 出来反弹平行，从 F 出来，如果这是 F 啊，反弹平行，从 F 出来反弹，反弹，反弹，你会发现到哦，它可以很好的把这个光聚起来。Instead of 它是单单一个光这样照出来了，这样子的话，无死角哦，任何人都看得到这个光哦，就是闪瞎别全部人的眼睛，所以他就会用做这个镜子哦，把那个光线稍微集中一点点，这样子旁边的人哦在这里啦，就不会被照到了嘛，而且也比较集中，光线也会比较充足。你说要放在 F 那一边，但是要用这个全面结构。Okay, 然后 Charming Chambong 呢？我看一下上面有没有写啊，Chambong。Okay, 我们用 Charming Chambong 的原因是因为它可以把 image 放大嘛。那么我们用 Chambong 又是为了什么东西呢？OK，Chambong 的话，它 form 出来的 image 很小，很小，但是它的 Merdan Perlihatan 会很广，就是看到的东西可以很广，但是很小。
而这个春梦呢，看到的东西很少，但是可以放大。如果你忘记的话哦，我举个例子，春梦是这样子，这个你丰都学过的。如果你的东西在这里，你可以照过来；你的东西在这里，你可以照过来。你的这一个看到的视觉比较广，如果你是春梦的话，所以他要把这样广的视觉哦，把它挤进那一个镜子里面哦，肯定很小啦。对吧？但是你可以看到很广的东西，所以特别是用在这一种，好像 supermarket 也是有用到的啦。哦，有一些没有安装 CCTV 的啊，他们就用这个镜子咯。或者是你看这一个镜子，这一个是 Chemin Keselamatan Jalan Raya 啦，就是有时候你走那种 T junction 啊，这样子哦，啊，然后你的车一来这里是，你会看到这边有一个镜子的，是负责照什么呢？照这边的车来和这边的车，你可以看呐、啊，你可以看到底这边有没有车来。所以这一个是它的用处啦，或者是用在前面，知道吗？当达兰巴古纳，里一个是在外面嘛，一个是在里面，又或者是我们的 side mirror，前面 CC，肯德拉安，side mirror 也是一样，我们不需要放大的这个效果，我们要看得更广。所以我们也是用这个 Chirming Chimbong instead of 这个鞠躬啦。OK，原因是因为 Balikhatanya lost。OK，Balikhatanya lost 就是 Chimbong。如果是 Balikhatanya，看这边有没有写啊？这里没有写，但是你可以自己写啦。Merdan Balikhatanya。lebih sempit 这个没有必要写了，因为主要是它放大效果吧的。我们记住它的主要效那个功能，前面 cekung 放大嘛，前面 cembung 看得更广。哦，所以它们的应用场景不一样。OK，大致上是这样啦。哎，这边有写啊，这边有写嘛。哦，merdan perlihatan sempit。如果普通镜子的话，就也是很窄吗？如果你这样凹进来，它更加窄哦。看呢，就是如果是前面切工，前面切工看得更宽一点，两 lost。OK，大致上是这样子。诶，没有聊了，要3分钟吧？OK，没关系，我们做多圈圈题。就好了啦。我们随便做一题啊，有一点点刺脑力的，而且不会很应该有一点难了、啊。我还没有 try，你 try 看看。第29题罢了，做一题就好了。来，everybody，做一题，然后有答案了的写在那个 chat 那边，A、B、C、D。如果是镜子的话呢？你照出来的 image 是一样的这一个距离啦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讲，如果这是镜子，你的苹果放在1米远的距离跟这个镜子的话，那么你照出来的这个 image 应该也是1米的，因为它是普通镜子。OK，现在这个是普通镜子啊，叫什么？杰米萨达。叫平面镜，放大是平面。来交给你们做。应该蛮简单的，会做的你就按举手了啊。这个很 common sense。
OK，来，我们讨论啊。对，这个答案是 C，比较容易的。你想一下，如果你的镜子放在这个地方的话，那么你的人跟这个镜子就会距离4.75了。哎，sorry，不是 C，应该是写错了。这是0.75 cm 啊，它放 cm 啊。OK，它放 cm 就有一点特别了啊。放 cm 的话，这样就不会有答案了，因为0.75 cm 这个是400 cm 哦，是哦，这样不会有答案呢。OK，这个要改一改，没注意到，这个把它换成米的。OK，所以这个男生跟这一个镜子呢，就会相差4.75米的，给、okay, 那么他照出来的这个 image 哦，他那个人呐、啊，应该也要跟镜子相差4.75。OK，然后就 based on 这里，我就可以找得到这个男的跟他的 image 之间相差多少嘞？其实就是2个4.75吧，所以4.75乘二就对了，答案是 C。OK。我们就暂时到这里了，OK？有什么问题再 WhatsApp 我呢？拜拜，可以放学了。拜拜。